大家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准备出趟远门，先到鸡西，叫我妈，还有奶，还有老叔，一起去送我去。到林口车站了。准备出发了。这车没睡觉。是，今天啥都没事儿，今天没那么多事儿。哎妈，现在车上那个啥的管的可严了。是吗？嗯呐，不像原先小偷。一个礼拜差不多。你上那儿？哎，走啥了？慢点，注点意。啊，好嘞。真不到的，这车下了。车票打印中，请收好您的证件。这刚取完票，又买了瓶水，现在上候车室等车。这就是我们林口的火车站。给大家看一下鸡西车站，刚才我就是从这边出来的，出站口嘛，这边应该是售票厅，鸡西。现在我要去找个地方落脚，把东西先放下。这个就是我找的宾馆，一个大床，还有个卫生间。这时候大家可能会问，我这是干什么去？我准备上北京一趟，上那儿去学习去。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下关注，谢谢。